现在我们修炼成功之后，啊，就把无明消光之后，就出矿之境，这个境是出矿了，不再和狮子混在一块去了，沙石混在一块去了，它纯净了，啊，就不会再染污，就不会再再起。那这样解释，这就明白。我们无始以来皆有明。我请请教一个问题啊，在直播禅师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学佛法的人要有这个眼目，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个他形容这个盘跟珠啊，要有盘跟这个是在一个，我对不起，我看了忘了那篇文章了啊，就说就是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教跟宗的问题啊，那宗门是要有眼目，那教相一样。如果说我们就说明心见性，这个是客气，就是说我们要先找到这个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我们的体就是说心体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不是就我们佛教讲的在教下讲的得到根本智，知道诸法的共相，然后知道离体以后要修证悟，以后要修，这修的话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诸法的自相，这个就是是不是和那个中观跟唯识的讲法一样的，嘴里讲什么话都是一致的，以为是方便多门归为无二，归到后面都是一样，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就是修净土宗念佛念到后面妄想念断了，能念之有所念之脱掉了，他不是净土禅的吗？他也归于禅的吗？是吧？这自发到最这个诸观自相的最后还是共相，符合一块儿。自相者就入门方法不同一点吗？你念佛吗？我念咒吗？哦，我参禅吗？后面完全一致，没有两样。就是我们现在分别的自己分别心，就是我修这个法的，我说这个法好，你这个法不好，所以老夫一见，其实就是不通佛法。你佛法通了。都知道是自相共相，是不是一样的？不要执着那个法的不同了。现在我们在美国看的也是这样啊。我说净土宗啊，你们毕竟东边来啊。我说你是佛光山哦，我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法师的佛法啊。你毕竟还不要来哦，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分，你是教下，我宗下，其实真正能够通了，教宗都是一样的。教就是有生子，通宗不通教，还是半边窍；通教不通宗，犹如半只风走动。所以宗教融通才对，所以一切法都要通达才好，自相共相都不相干。有这种个相的坏，我的相就是空，相就是我们心中显现的性，性就是相，相就是心，你说什么自相空相，不可得，通了就好，是吧？融通，一切一种通，种种通，一种没有通，种种不通，都是格格不入，都在这执着要死。所以净土宗人现在执着了，说是这念弥陀经、无量寿经，毕竟不要念。哎，阿弥陀佛，大凡夫说，无一辟佛的说法。佛说净土宗要生上品上根，生净土，要多诵大乘。你去看好，佛说要生净土，上品上根一定要多诵大乘，因为多诵大乘才开胸怀开阔，知道。怎么回事？你多诵大乘，只诵相，心头就是这个境，凡尘通虚空，是吧？这来这去，凡尘通虚空，是吧？所以这个下品下乘，现在真可怜了、啊。我听到说，凡尘通虚空，我们相不要紧啊，我们升到边缘吧，所以变成边地一层吧，升到边地一层。我是在美国听到的，我升边地一层就好了。你看看这样子行吗？不行呀、啊！
就千万不要执着。自相得就是一个若个方法不同，共相得归于母外，一样，哪里分别？实际上都是无不从此发现流，不归还之发现就是心，不从这里虚流出去，还是归还心。所以万万归自己在求圣人，一切都是无量啊，花草树木，一切等等居住中都是无一不是，因为我的佛性无虚空，无处不在。记住，无处不在，哪里不是我？所以我们认识真性是第一要紧，不要在相上求，在相上求的错误，在心上理会才好。刚才讲这个心经的咒，就是最后的说是无等等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即说婆呼，是一整句，这就是最后的这一整句都是咒。对，那如果要持这个咒，应该是有意持咒还是无意持咒呢？就看你了，持咒时是吧，心能空静，那是最好了。就是你假如刚刚吃这个时候心不空，这个吃的只是把你心吃空了，那更好了，对吧？但是我们都要把这个心理思想都要化空最好啊。所以这个咒，有的人就把它翻译的意思，照我们这个翻译念起来就是嘎呆嘎呆布拉嘎呆布拉森嘎呆布拉苏哈啊。它的意义什么东西呢？讲就是很多，简单讲一点就是。渡过去啊，渡过去啊，嘎呆嘎呆不拉嘎呆，大家一起渡过去啊，不拉生嘎呆。所以就是渡什么？渡不生是苦海彼岸之上去啊，渡生苦海彼岸之上去啊，菩提萨埵就是我们大智慧啊，菩提正智啊，就是即说完成啊，圆满啊，完成啊，就是持这个时候就是把心念空啊，所以一切密宗咒都叫你用咒来把这心念空，就像念佛号一样，阿弥陀佛阿弥，也是把这心念空。念佛号也不是求希望阿弥陀佛来加倍你，来把你大到西方去。你看那个莲池大师就说：“深深唤醒主人公，我是一生一生的阿弥陀佛阿弥陀念。”是把我自己主人公喊醒啊，叫清醒，不要做香了，不是喊希望阿弥陀拉我去生西方啊。虽然弄错了，是喊拉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把我拉到生西方去。阿弥陀不能拉，叫人拉，老子把我们拉空。真的，我们说句诚实话，我们现在能听得说佛法，不是今生这一世才听到，过去是已经拿到新佛法，怎么没有去呢？就是我们没好好修持，没有全心全意念佛号，而是三心二意念佛号，得不得舍利。刚才那位讲直布禅师，直布禅师就说，要在西方救的世界两头取证，一头就是在烦恼头啊，灌苦了，生气了，烦恼了，符号忘记了，一头在顺境头，开心了，快活了，忘记所以了，符号也不念了，所以这两头你都为符号念，不动心，不为顺境而喜，不为逆境而恼，你就能生希望这个世界。所以念符号念咒一个作用，念咒作用也是把心念空。念咒，念咒就是力量比念佛大一点。咒是佛菩萨在禅定中将自性化的符号，而符号名字是名字是外表，是念佛心比念佛的名字力量大一些。这个是汉禅大师讲的，是念名号不得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念的不得定不落定，那么就念咒
比较得，你也容易得定下来，把你的心念空，不追着那个佛的意思。所以咒就不翻译了，哦，叫你念，哦，叫你老紧动不起来，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动不起来什么意思？不知道，只晓得接接接接波罗接波罗僧菩萨波，念念念念念，把这心念空了。这作用就是把这心念空，念到自己的佛性现前，能念之心所念的咒。又是脱落，生命灭矣，见面现前，这是念佛号、念咒的真正作用。所以印光大师有念佛三昧记，有这个念佛三昧，就是念佛咒得到真定，净本性。念咒也是这个作用，不是有意无意。你有意念时，把你的念咒时把你意念光，那就得到真实受用。你意义不念光，你又等到意义了，等到你这个是你有了，那没得到真正受用，要把心念光。对不起，我继续这个同样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是不是能够说我们念一二三四五六七也是可以？只要你能够把心念通的话，那也错了。一二三四五不是不可以，但是完全自念。没有他的加持，这个咒有他的加持，不同，完全靠自力的两只脚走路，一二三四可以。我们有个公安的，就从一个愚笨人，就要念字不会念，他也是做扫地的，他就扫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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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念扫帚成功。所以这个话不等你问，老早就有了，扫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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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成功。成功成功是自己力量，自己力量一个人单独力量，念咒是他的加持不同吗？等于你坐飞机啊，走到目的地你神力都了，对不对？所以不同啊，你这个话是可以，不是不可以，就是完全靠自力修行比较费力气。这个念咒了，有他的加持，佛的加持，比较神力多了，哦，这不同。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刚才上次提到那个庞蕴居士，他把他家的财产都存到湖底去了，那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这些钱捐给慈善机构呢？对，那个时候啊，因为人都有财富，不像我们现在，人都吃饭成问题了。那时候人生活很好。美好不同现在，现在我们哎呀幸福宝宝们是稻粮不够啊，哦，是吧？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时局社会情形不同，所以我们这个科学一发达，这个物欲一高涨，做坏事更多，所以这个两极分化更显现了明显。从前都是耕作农田，是吧？吃饭不成问题哦。所以大家有三四年参禅的时间，参禅三四年有这个时间，现在有吧？没有，我们叫粮油打都不行啊，我很忙啊，粮油撑不出来呀，就现在苦了。是社会情形不同啊。那时候情形不同的。上师，我想请教一下，目前密宗里有很多的，密宗有很多的咒，譬如说，像观世音菩萨的咒，它有个心咒，但是它有个长咒。那么，请问一下，到底这个长咒跟它的那个短咒意义上，或者是在这个功用上，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诚心诚意念都是一样啊，不要分彼此，有心分别彼此，诚心诚意的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有的是个咒定念错了，曾经真也一样啊。我说你唵嘛呢叭咪吽，叫唵嘛呢叭咪牛，哎，还有的感应是吧？哎啊，所以长咒也好，短咒也好，有诚心诚意的都是一样。观世音菩萨没有分别心，我们人的分别心都啊，长的好啊，短的不好啊。阿弥陀佛，咒心的憨山大师去教我们的楞严咒，要念的长咒，五会楞严咒五会是吧？你楞严咒心，楞严咒心就最后的几句嘛，就是嗡开始最后了。所以念咒只要念心沉静，哎，恭恭敬敬的念，因为恭敬之后这个心妄念就不动，你不恭敬都是妄念不断。所以为什么要拜佛呢？拜佛就等于佛在我面前我恭敬，恭敬磕头磕下去，妄念不生，那个时候就好消到来嘛，是吧？就曾经有一个大师就是在磕头当中开悟嘛，哎，心在恭敬的时候磕下，嗡一声，哟，好，正好打开了。所以只要是恭恭敬敬的就好。我们还有一字真言，一个字啊，所以一样的，不是心成就。你上了什么叫一字真言呢？一字真言就是斗。哦，是哪个菩萨的？是吧？这是一直在念，你有什么事往你立下子，这一阵一阵，那一念不行时，那不是了了分明吗？那了了常住之心现前吗？一直在念，当下见性了，真的啊。就像我们禅宗打板子一样嘛，啪一板子把你一笑，哎，这一笑不是就是念的没有了吗？这不起一念时，你回光一见嘛，就变化。这什么？哦，这个寥寥就是我的禅复兴嘛，寥寥就是我的复兴嘛，寥寥长止，这就是我复兴啊。所以复兴不在别处啊，就时时在我们面前放光嘛，是吧？只要你认识他，保护他，就成大道，是吧？就是我不认识，是吧？不知道，所以说外境哎，要这样要那样，就是把我们父亲光遮盖了。你认识他，思想都是假的，不可得。我不追逐他。这复兴是真，实际上都是假，甚至回光返照，去了自己习气，不就成大道了？这成道并不有难处，就在我认识本性之后，时时不要忘记关照，保护它。我们坏就坏了，时时忘记关照，忘记关照，跟境界跑了，我们关照。进步也不是一步啊，要分几步走。有的时候能够关照住，哎，这境界一来，这个关照就跟着上来了。有的时候就在后面，啊，境界起了不安相之后，哎呦，才来关照。这是我们刚刚开始做梦，我们得发之想啊，只有这样子啊，慢慢拉到前头来，可以境界一起，这个觉就起了，觉和静。同时并起，这已经好几年功夫才做。慢慢的还会再退一步，怎么又会退一步呢？因为我们这个习气重啊，还不是能够觉和静同时就一起头了，还退一步，再往前走，哦，才能够不退步，再往前走才能够觉在心，静心在后面，照在前面了。那就好了，这是功夫啊，要好多年啊，
真的，这是我们大陆讲出来的讽刺，你们这是行贿团。其实我们真同志，这修复法是一个思想，正统的啊，正统的。同志了，已经有人开始叫我女同志了。我真的同志啊。再请上师一个问题哈，就像刚才上师提到的，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业障可能比较重嘛，所以我们都尤其是居士生都要免不了要为衣食奔波，尤其是男士呢哈，要照顾家庭，总是在外面要有事业。那怎么样能够将佛法跟事业相并相重呢？就做事的时候要晓得了，做事时要作为做事想，提高警惕，要作为做事想啊。这个事就是佛事啊，这个事就是佛事。为什么？是为了佛性来做嘛。佛性不动，他就不会做，是吧？是为了佛事啊，这佛来做事啊，要做相啊，提高警惕，就自己认识。这是佛事啊，提高警惕，不要患得患失的心啊啊！做事是为大家做的，不是为我一个人做的啊！因为社会分工嘛，是吧？你说这个他那个时候合起来才成，是吧？这就是为大家做的啊！那么不要做相，时时向自己靠敬重，啊，这就合在一块了。这个世间法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世间法，这是佛事啊，不是世俗事啊。我们的佛性啊，在世俗世上叫做是理性啊，理性。在我们佛法上讲，就是我们佛性啊，就时时刻刻做功夫。上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哈，因为就是说很多人对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南方、北方或是无心净土本身并没有什么分别心，所以他们不晓得怎么发愿，包括我自己。另外呢，修学不成，就说需要在轮回里再来，那这个也是应该的。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发愿不清楚？发愿自个儿起这一方啊，选择一方，你还是爱西方，还是爱东方？还是爱哪一方，选择一方，不要乱来，这样好那样好，就哪一方好，没主意了，是吧？就不要脚踏两头船，都踩一个船。我是西方，那么一心就关注西方；我东方，一心关注东方，啊，就是你喜欢哪一方。在我们现在看起来，释迦牟尼选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和我们这娑婆世界众生缘最深，哎，最深，所以学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缘最深啊。东方牛尼佛、牛尼观王佛，缘是也很大，就我们缘比起来，和西方的阿弥陀佛佛缘有点相差，但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国师，就是康熙皇帝的师傅，哎，康熙皇帝师傅，他就说，修西方净土中的人，假如对这个世界上男女饮食之情没有忘记，这个。爱欲这个做官发财的心还有，要想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很难。假如这个心还在，他就说不如生东方极乐净土。这个是玉林国师讲的，玉林国师在药师经前面有一个告白文，你们有药师经吗？药师经你们就看前面告白文，就是玉林国师他说。假如饮食男女之念未除，发财之心、做官的心还有，对西方很不相应，那不如求生东方牛尼观王府的东方牛尼净土。因为牛尼佛不是药师佛，药师佛发的愿是十二大愿，
是满众生的愿望，你要饮食男女，好给你好女子配婚姻，你要升官发财，给你升官给你发财，你要养个儿子给你养个儿子，你要养个女儿给你养个女儿，在你满足愿望之下引你进佛门，让你成佛道，就是在满足愿望之下让你成佛道，就是心欲够切后你能够福至，就满足欲望之下福就又是福，和你同行，和你同行叫你心要空净，舍弃这些东西，而这个福道它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是与你共事一定这个本，就是我们生西方要是念着这个世界性放不掉，你要生西方很难，希望净土一句话呢，包装摇炉无有四处，就是你上阿弥陀大愿船了，阿弥陀四十八愿度众生，你上愿船，愿成西方，你上愿船，念不生西方，但是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呀，他念着这娑婆世界呀，等于是船男生搭在这个岸上桩子上啊，你上了船提摇炉，船能开得动吗？就是摇炉开马达也开不动，因为这个男生男扣在桩子上，所以是念着这个娑婆世界像生西方就生不上，你要生西方就这个世界就要彻底放下，可是不是要生西方就这个世界，你放不下你的儿女，你的家产，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要生西方生不上，这是我们要你求生希望救人要注意，要真正放得下，放不下你生不上。玉林国师因为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呢执着心很重，到度下生西方是非常很难，他发现这个药师经，很庆幸药师佛能这样的反应，满足我们的愿望让我们成道，这是真难得的事情，所以修西方净土倒不如修东方净土好了。所以你们就是哪一份啊，自己选择定了之后不要犹豫不决啊。还有什么问题啊？不妨，都不妨啊。哎，我想请教一下大师啊，你刚刚讲到那个第八识是藏在肉。心包到心包肉里面，那是在胎儿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还是要等到出生？对，胎儿就有了，所以去后来心做主攻，这是一个我们的这法相中讲的，去后就死的是最后者，来心来投胎的他第一个人，第八识现在就在里面了。这第八识先附在这个南京国学的这个胎上，大家看到龙疮，等于这个疮啊，那个东西就是晦涩东西，还没形成人体嘛，是吧？就附在上面了。哎呀，这个事情真是，客气。那个心中心密法跟大手密的异同。一样，心中心的密法就是有手印，有咒好修。大手印就是不提念咒即手印了，叫大手印，就是即直接开始我们进行一阵法界，叫大手印，就是我们一阵法界是个大手印，不要即手印。就像我们上次讲过，孙悟空翻。如来佛的这个手掌是吧，翻我的手掌就是什么巨虚空这么大，你翻翻得出去吧，
这大神就是我的正心，就一正法界，我的法心就是大神。他不去舍命，不念正，他是戒定心，叫开智戒，就认识真性。认识真性之后，你开智慧，自然得定。那都是假的，你不说动了吗？你讲真理的动啊，这都是假的，你会动心要吧？你不会要吧？比如水的一两银子，你去捞吧？你一定不会去捞的，因为它是假的，你不去捞，定就在其中了吗？是吧？有定在这里面，这这智慧就开了吗？是吧？书也是大舍应，就是先叫你自见正，那是本性，见定自然定了，你的行为就相应合破了，都是佛事了，行为都是佛事了，所以大舍应是白教你最高层的法，而我们心中心法也是这样，也是开始你见性啊，是不是？告诉你怎么明心，怎么见性。就是还告诉你一个修法，叫你持咒打坐戒定，增加定力，在世上去磨练，还告诉你，就告诉你修法啊。他那个就是像禅宗一样，认识之后，法也不要修，再静下磨练，你静下就静了。我们这里就是都有法来给你修，为什么？现在人根基太差了，根基太差了，你。你知道这个世上推不过去，你到境界就给人境界磨就走就转掉了啊！刚才我们说他看那个虎豹犬的鼻子好，他就买不到抽一个抽一个，这个相太厉害了，对吧？不修定不行，他是修定，所以搞了一个六阴一咒，让修一下，其实异曲同工，任何法都是异曲同工。一样的，那心中心法和别的命法不同，就自己开始你叫你见性，对吧？是吧？我们讲了多次了，你现在见性不移吗？我问你看，你问我，我再问问你看，能够见性不移吗？能当下见性吗？恐怕不能，不敢答复。哎呀，这就辜负了你自己了。辜负你自己了，这就是你的佛性，你还不肯承担了，对吧？所以就是辜负自己了，辜负自己了，你还行能行吗？还赶快修法啊、哦！赶快修法，入定吧！哎，打开来，叫自己真的这一回啊！哎，所以现在根基太差，就是这种，哎，没办法啊。是啊，很多人也不敢承担，不敢认识啊！哎，这我们怎么叹气了？作为结束语，哎，实际上我们的佛性真正实实的面门放光，就是他。就你们不还不敢承担，这太冤枉了，这太冤枉了。到哪里去找佛性嘛？他就在你明门放光。你现在直接你们进行的这个性，和你将来修佛法，把身心世界都化空了之后再行，一是一样，没有第二样，完全一致，没有二样。再说一遍，乃至于参禅三十年功夫才能开悟的，也和我们现在告诉这个性一模一样，没有两样。就人从前的善根培养的不厚实，福德不够，我不敢承担。所以《金刚经》说，看到《金刚经》句子不疑惑的，也不是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所种善根。看《金刚经》说有特色，就是我们说，就指点你们见性，你们能够承担的经，也不是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所种善根，不然是你不敢承担，不肯承担。总在神通上，你怀疑这个不是心法，怀疑我们要神通这个事，叫密法神通，不是不是不是。那假如你现在有一点一点有一点相信，这经过一个别人说，哦，恐怕不是吧？你也怀疑，哎呦，不是不是，你站不住脚，这都是心根不足，
慧根不足、佛根不足的缘故啦，同志们啊，真的，心根、慧根、福根不足的原因啊。假如对心根、慧根、福根不足，就敢成长，不错，这是福气。我在经常磨练，放下去磨光，就是了。从前大宗师、禅宗大宗师，哪一个不是是离物而后实修？六祖大师何尝不是这样子？悟了之后，在大乘队伍当中隐藏十五年之久，是吧？其他禅师哪个不在经常磨练？赵德华说很清楚，老人四十年不杂用心，才打成一片。四十年，是吧？叫你们用四年功夫，你们害怕？四年还有太长，就太长久了。四十年打的。所以修佛法叫大福报，没有福报不能成就。像弥陀经这样说，要成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少三根福德因缘，又有福德，没福德升不上去了。所以我们要真正体认这个福性，就是没有方法的作用，就是它。深信不疑，教会灭文，这四张性磨练，把我执着习气一起磨光，毫无著作，一点折作也没有，不动，那你不一定能成就大道。好吧，你们也没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吧。现在已经到了6点钟了。十方不离心，